过年前夕啊，我跟朋友约了在这家六六大顺食饭公司来吃顺德菜。我呢就一直很想吃顺德菜，因为我听说顺德菜是很好吃的。今天一定要尝一下顺德的鱼生。我先吃，我饿死了。你早饭吃的什么呀？我死了，可多好了，这都很喜欢你。对的，你还打你打了个嗝。田老师早饭吃的为什么什么？你怎么？因为我们为什么你要这样？因为就是卯着劲的过来吃。好吧，那我们点点什么呢？它叫六六大顺食饭公司，它是一个公司。昨天我们吃的是那个南山早餐公司。嗯，南山早餐公司，阿拉西亚嘛。嗯，哦，那我们点一个鱼生吧。好的呀，鱼生一鱼两吃，鸿顺德鸿运鱼生。哎。给小田老师点一点，让他垫垫饥的吧。那就来一个什么什么生炒糯米饭之类的，他有吧？生炒糯米饭啊，有这样的菜吗？哎，小田老师快点跟小鸟阿姨合影一张。我要吃。我们点那个顺德。哎，我们今天都穿了黑颜色的衣服。啊、哦，对，今天是穿了黑色的。我黑色的可以遮肉呀，太胖了现在。我现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瘦，脚小了，气死我了，我鞋子都变大了。为什么会这样的？别说了。你给小田老师，你给小田老师点一个饭吧，好吧？那我帮你点一个顺爷牛肉炒饭吧。牛肉炒饭你要吃吗？他说可以，然后我们再点几个。哎呀，这他要不我们点评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推荐菜，好吧？小破站上有人跟我说，你的另一半不在，你就一直在吃喝玩乐。我看到了，我趁他还没有回来，我赶紧出来吃喝玩乐一下。我们点一个，它有糖水，有。我们点竹蔗吗？马蹄甩两，你说有热的吗？应该有，应该有热的。我们喝这个好了，好吧？来，我们点菜吧。过来，他现在知道你在拍了，他就害羞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害羞，我可以做了。大良炸鲜奶，好的，炸鲜奶，我挺喜欢吃炸鲜奶这种东西。大良炸，哎，你再说一遍，你这个一鱼两吃是怎么吃的？在这边鱼生，说响一点，小伙子。啊，生的做成鱼生，然后头和尾做成椒盐炸着吃，坏的就煲汤。或者就煲汤是吧？煲汤就是那种椒盐炸着吃也行啊，我觉得。那就椒盐吧。嗯。海捞鸡好不好吃啊？海捞鸡。我们还不如吃个乳鸽呢。还吃乳鸽啊？我没吃过乳鸽呀，干嘛？乳鸽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吃的吗？啊，是吗？那好吧，那么。捞鸡是什么？我就是那种白切鸡，然后是吃法像那种手撕鸡一样。哦，那我们来个捞鸡好吗？捞鸡一个鱼，一个炸鲜奶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够吗？再来个蔬菜吧，好。换成啥？你要换什么呀？我看到它这个卤水看起来。等等，你刚才招牌菜，你还是点招牌吧，进店必点的。那给小朋友再点个炒饭吧。啊，对，给他点个炒饭。嗯，那我们两个要吃点什么？我们两个先把这些他的这个菜，我们可以分一点小朋友的炒饭吃。我想吃这个椒盐玉米。哦，可以的，我在广东点过。椒盐来个椒盐玉米啊，已经有竹蔗那个毛豆水了。我本来想喝一杯他们的奶茶。小田老师在看什么？先这样。想搜你的 B 站账号。啊？我想搜你的 B 站账号。嘿嘿，你搜得到吗？他昨天一下子很崇拜你，因为我走过了给看嘛。他怎么粉丝还挺多的？哦，被他找到了耶！哎呀，你好厉害哦！关注我，小田老师，你好厉害哦！那这么满意？上网你？你头转过来呀！头转过来。他很好玩的啊，人家都说你很可爱的。嗯嗯，是希望自己可爱一点还是帅一点？你都知道。他现在给我挡挡啊！要挡吗？有人叫我们拍一个全上海话 vlog。可以的，我说你最近是不是看了爱情神话？爱情神话还是蛮想当的。嗯，我是觉得爱情神话在影院看更好看。对，是蛮好看。我在家里看就感觉没有影院。你又在家里面看了一遍啊？对的，因为它线上已经网上已经有了嘛。哦，是蛮好看的。弄完，小田老师挡完，咋挡？他直播间挡挡，真的也没有什么用，也是挡挡啊。觉得那么不挡一下。毕竟我们是在广州广粤菜饭店吃饭，必须要挡一挡的。
我蛋不能吃的，是的，蛋这是仪式。上机反而先上来了。哦，这个鸡来。哇，看上去好棒呀！哎，那旁边这么多配料怎么吃啊？对，然后都倒上，你帮我们，你先拍完以后，你帮我们倒一下好吗？你也要验毒吗？这个是香芋丝吗？你也要验毒吗？啊，你倒吧。啊，椒盐玉米来了。椒盐玉米。哇，椒盐玉米来了。椒盐玉米，因为我看你在广州吃过了，对的。我觉得很想吃。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哦，就是这个手机要把它撕开是吗？然后把这些料都混在一起吃。哦，看上去真不错。哦，好香啊！好香啊！那小朋友喜欢喝的咸柠七。哇，感觉味道都进去了啊！炸鲜奶，炸鲜奶，吃个炸鲜奶吧。好的，来，好好吃啊！也是他们的招牌菜。我也来吃一块炸鲜奶吧，因为我很喜欢各种奶制品。对。然后我来这边捞鸡饭好了，祝三位捞起捞起，风生水起，新的一年好运连连。你再把你刚才的吉利话说一遍。我这边捞鸡饭好了，这边捞起捞起，风生水起，祝二位三位，三位新的一年好运连连。谢谢啊，原来捞起捞起，风生水起，这个彩头真好，谢谢。鲜奶有点不是，好像不是刚炸出来的。好吃，看这个椒盐玉米，这问题就是它的对焦。我感觉它是广州那家更好吃。对啊，我觉得它是那种煮熟了之后，就是把椒盐浇在上面，而不是炸熟的。哦，感觉我在广州吃的那家叫等我送上门，比这个更好吃啊。它那个虾奶油虾很好吃，下次我们有机会去广州。好吃吗？因为饿了是吧？这鸡不错啊，这鸡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是吧？我喜欢吃鸡皮的，但是我老公每次都要把鸡皮去掉，他说鸡皮容易胖，那我觉得没关系。你刚刚说胖的人总是会胖的。哇，这个鸡好好吃啊，很嫩的。咸鱼的味，咸鱼味，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鸡，真的。就这样吃法的鸡，就这样白斩鸡，然后混合很多的料一起。以前我的白斩鸡蘸酱油的嘛。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说看我吃饭觉得很香。是的呀，我吃饭真的很香。他们为什么餐厅里没有放财神到呢？还好没有放，不然太吵了。他们是，他们这家店是过年也不放假的，真的全年无休。哦，我好像看到了，不放弃回家过年的这个机会了。因为现在其实也回不去了。回得去的。他应该做核酸的。那就只能做一下核酸。哦，上海不是那种风险很高的地方。哦，我今天看到一个笑话，就有个人说他从杭州回哈尔滨，他说我没有去过萧山，我是从杭州回来的。然后机场的工作人员说，你大声告诉我杭州机场叫什么名字。杭州萧山机场。太惨了。发现人不能断碳水的，不能，一定要好好的吃碳水。对的，必须要吃的。妈妈，你以前不是也断碳水的？很短一段时间，后来发现不行。好吃吗，夏天老师？一鱼双吃的椒盐鱼来了，对吧？这是什么鱼啊？天山鳕鱼。什么鱼啊？天山鳕鱼。天山鳕鱼啊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名字的鱼。我已经吃了两碗炒饭了。哦，你吃了两碗炒饭啦？两小碗而已，我也吃了两碗。都可以。可以的。哦，鱼生来了。哎，生鱼片。这是顺德鱼生，我第一次吃。
哇，先就是先把油浇一下。对，先弄点花生油，然后把这个鱼片先滋润一下，让它不会粘。它跟日本的生鱼片还是有区别的啊。有的，嗯。拌个差不多，然后把这些配料给加进去。好的。我就按标准加了哈。你不按标准加吧。好。我们都可以吃的。嗯。那个绿的是茶叶吗？海，那是什么海？这个是那个紫苏叶和那个香茅。啊、哇，是紫苏叶跟香茅哎！万万没想到，我以为是海苔。那这个也是跟那个鱼生里面一样，炸过的香芋丝。嗯，炸过的什么丝啊？香芋丝。香芋丝，哦、芋头丝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桥头。哦，桥头我知道，很好吃的。嗯。对，然后把这些配料放完之后呢，开始给它加一点盐味上去。哦、嗯。用到的料呢，就是底下的这些。这是什么料呀？它里面有黑胡椒、白胡椒，然后那个生抽，盐巴，然后加上香油混合。哦，好。小螺蛳。嗯，一口就上。然后把它们给捞到一起。顺德鸿运鱼生，祝各位鸿运当头，年年有余，虎年大吉，请慢用。哦，鸿鱼生，鸿运当头，虎年年年有余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。顺德鱼生放了很多配料，然后它有酱头的，对，很清新的味道。那这种鱼就一定要新鲜，新鲜是不行的。我第一次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在顺德肯定更好吃。过年吃鱼就是年年有余，这个是鸿鱼，所以呢就是鸿运当头。这顿饭吃得很吉祥，是不是吉利饭？过年前的一顿吉利饭。我们吃饱喝足了，你给这家饭店打几分？你打几分？7.5分吧。扣了那就重新打一下，就8.8分。我觉得8.5分以上是可以的，因为跟我们之前吃的那家不怎么好吃的日料店来比，这家还是蛮好吃的，差别还是蛮大。那它食材是比较新鲜的。来，小朋友，好冷啊，我们怎么狼呀？还可以，可以啊。还有一个纯上海话，这个有点，我们角度有点怪啊。正好到南京西路王家树，那么阿拉就用上海话来拍只 vlog。哎，我是王家树的宝宝呗。哎，在吧？在啊。春卷。嗯，春卷。一道吃啥个东西？跟侬啊！哎呀，小天老师，我第一次听到弟弟，我第一趟听到侬讲上海，我能记得讲下去。好啊。好啊。小馄饨就是我最欢喜吃的。嗯。味道好，哪能？侬刚刚侬吃进去了吧？就味道好，在吧，在吧，像外婆做的吧？像外婆做的对吧？外婆味道对吧？就外婆做的，就外婆做的味道。哎，老早子阿拉宝宝饭真的侪是自家做的，侪是自家做。嗯，还有或者里向放豆腐帮海洋素一道。啊，对个，对个。嗯。这些没人做嘞。啊，现在侪是买的。这个王家树真的，我老公哦，阿拉老公对比过，伊买过的所有的八宝饭，还是王家树的最好吃。嗯。啊，搿只还分成句啊，拿这些。因为伊讲王家山嘛。嗯，好吧。今朝的碳水吃了没够啊。吃碳水太开心了。那我当时，五个宝石。胡萝卜丝啊，胡萝卜丝春卷啊，我觉得春卷是往外吃的好吃，对吧？好吃吧？还可以啊。嗯。我里头做春卷的辰光，阿拉在吃。对了。嗯。这里向也是往外吃呀，我觉得。嗯。往外吃还往外吃海粉，但是海粉老少老少啊。嗯。根本就没吃出来海粉味道。嗯。这种好吃，比老好吃。嗯。而且我觉得小馄饨就是里向肉不要太多，对吧？少少少少的，一点点。嘴巴里向就是那种上海味道，包括个汤的调味也是上海味道。嗯，就是阿拉小辰光吃的搿种小馄饨的味道，对吧？对啊。嗯。刚刚辣盖讲，辣盖南京西路，侬要寻到一家可以让侬坐下来，蛮轻松的，没老多压力，
然后呢，又不用花太多钞票，一块吃了蛮适宜的。我觉着是它，也就王家沙了，除了王家沙，别的地方没了。所以王家沙我觉着是南京西路高头最实惠的地方。所以搿搭侪是阿姨妈妈跟爷叔，老欢喜来的。阿拉也是阿姨妈妈呀。对，阿拉也是阿姨妈妈。小天老师，阿拉是阿姨妈妈吧？侬是爷叔。小爷叔。